哈喽大家好，这是蓝甘甘给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Hypixel 所出的新游戏 Zombies。 Yeah,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用的蓝甘甘 MC 无聊。这个游戏是一款生存射击类吗？不过这个游戏真的现在地图很小，像真的没什么意思。我觉得应该 party 四个人这样一起玩可以沟通，对啊、应该对，就是可以沟通啊。抢屁呀！哇，这个跌的好滚哦。就是我有四个石头，然后再多加石，然后每射一发，大哥，这里有两个 MVP。大哥，怎么没有人守那个点啊？我以为那个狐狸发男孩会守那个点。哦，那个大哥真是的。哎、他说这是窗户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是窗户、啊。你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窗户？这是我家玻璃哦。我家玻璃哦，不要乱破坏哦。我爱玻璃哦。我爱玻璃哦。玻璃。哇，玻璃！哇，玻璃！谁啊？哦，又来！不要走出来！不要走出来！不要走出来！有有有！我刚碰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把人打了。OK。枪枪击中敌人要害。哎，这局有两个 MVP 或 MVP 加，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 rank 也没有什么差别啊。旁边那只跑去，我们要打，要不要先开啊 ？Office 也是7-5，还是要去开那个？哎、，Office 有枪吗？无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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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，可以开啊，我钱够了，你还好吗？我们打这个要打风筝。哎，对了，大家知道风筝是什么？好像我很多一些同学都说知道什么是风筝，有人开了，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去玩过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其实台湾很少，台北啦，更少地方可以玩的。哎，那要开那个吗？玩风筝吗？要不要开 hotel？ 先不要开你们。Sorry. Nice hack. 没关系啊，就不要进去就好。你们要帮我扛一下点吗？我现在进去买一把枪，出来，你帮我扛点。冲进去买枪。好的，换你买。好。帮你扛住。OK OK。可是好像 hotel 里面也会有人有那个。啊，来，哦，我钱不够。啊。专业哦，僵尸，专业雷包，退，我钱不够 ，sorry， 我有钱不够，那500块，哦，从我跳里来啊、哦，我们只剩另外一个队友，走开了，另一个嘞，没有吧，四个都在啊，来走这套的，啊。OK 吗？哎，谢谢陈，缺那个可以 revive。枪还是不够，我竟然按这个有 revive。哦，有吧？有回血哈。Power Station， 走吧。嗯？去里面把灯打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fast revive。去哪里把灯打？队友，不要雷！哪里有灯？哦、oh, ，另一个队友在这啊！哪里可以开灯 ？Extra weapon。对啊，需要 power station。对对，去那里面。可是我没有找到 power station， 哪里？哎、欸，有装哎、欸，
你要买装吗？你出来救一下好不好？我扛不住。你在外面啊、哦？你要不要先进来？要不要先进来？先外面扛住。你先进来啊！我先要边站边要我来啊！好的，好的，走。你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走走。这里，这里。对我去哪？对我去哪？哎、欸，你要买吗？买了，在哪买 ？Shotgun。哦，我 shotgun。这里。哎、欸，给你钱哦，你钱超多，这里。然后还有装，你也买一下。我也先买个装好。哦，找到 power station 了。我要打开。可是要1000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钱在哪？在这右边。OK。对，这个。按右键。好，走。Rocket launcher。哦。Power station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在这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这。他在哪？为什么跑不动？哦，地毯在哪？他在哪？对，哦，好了好了。对，我枪好少啊。去做要打。对啊，可是都会被队友打的。我搞。哎、欸，那个人快死了。好。哦，这些僵尸变强了、欸。走。哦，还寂寞的。走开。哦，这个哦，那个打2下我就死了、欸，超狂。哎、欸，打爆他。是太强了。有一个人邀我去爬。有 beer box， 对，哎、欸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救一下，救到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救到，我也死了，哦不，我没死到，我死了 ，QQ， 就这个，没关系，破应该能救。感谢，没事，OK。等一下我们知道了，真的我们知道了。我可以站在楼梯口疯。我现在没子弹。哎、欸，剩一个装备，子弹那里有啊，可以买。这里 weapon 哦。有个 friend， 好啦，加 friend 啦，笑死。耶、yeah! ！他通电了。哦，这局我们还蛮顺的哦。哦，笨狗，来。哦，笨狗。我刚拿刀砍，真的？我还是没钱呢、欸。就给。要不然我帮助那个 Ultra Slot。他说来玩 Bad Wars， 才不理你嘞！才不理你，笨蛋。哈哈。哎，就对。这样，我再打僵尸。我们下方卡。哦，我快死了、欸！哎、欸，他回血回的蛮快。哎、欸、，shotgun 好用吗？我是买 rifle， 我觉得 rifle 我应该是步枪打比较好。OK， 那我们来看 shotgun。可以买那个 weapon chest， 可以自己选。他买了一个铲子。哦。没发现。哦，为什么后面？嗯、啊，我被谁杀了？哦，后面是冲进来了。啊。哦，我现在救不了，我现在有点怕。我剩12秒，10、9。哦，我应该会死吧？哦，不、哦，狂。哦，没救到。有。我先买个枪，不要，我现在身上的衣服。Bobby， 大 Bobby 啦，你买。我的枪有点帅。不要。啊，哪来的？
10, now person best. 哇、Speed, 还有什么？要不要开？等一下我去买个装。装在哪吧？这里。铁装。金装吧。哦，对对，金。我不够吗？您就够，这不500吗？哦，干嘛啦？我买装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在买装，我就死了。那我不行，怎么行了？哦，只剩他了。Q Q， 哎，我买装，你怎么就从后面这样打呢？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边喽，这是一个 Hypixel 的介绍。如果想跟演玩的话，我会把黄子留在下面。记得只要到他们 Pro Time 的拉里面选择这里边这个商品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按个赞吧，顺便点一下你的喜欢，顺便点一下你的订阅，你的订阅会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这里是由我还有刘峰。Hello， 嗨，拜拜。我也会放下有很多大家可以订阅他，他是一个很棒的 YouTuber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现在掉队走路都会变好怪、啊、都感觉像往前走一样。那时候写身体不是写的吗？因为1.12改了。他是一个很棒的 YouTuber。